每次打他都说，妈你放心，我很好。国际刑警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说你孩子在加拿大驻地遇害，警方正在调查，你们等待警方调查结果。他们通知了，说已经下葬了。已经下葬了五天，我收到加拿大寄去的礼物里头有两张银行的取款单据，一张是他死亡当天，两天以后也是取款记录。我们觉得非常可疑，非常可疑。他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，在要害他。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慢慢越来越深，我就觉得问题越大。This case was an eye-opener in terms of what went wrong. Well, now the federal court has decided to review how the case was handled. 我们一个老百姓，而且是外国的一个老百姓，要跟加拿大政府这个打官司。这官司很难。我们活一天就要为这个权利争取一点，斗争一点。觉得这个路就是不容易往下走。当初来的时候没想待这么久，我最怕的现在就是怕我的家人知道他们的孙子没有，就希望孩子出去以后都觉得会获得很大的收获。在小美啊，他们自家好的话，身体这些那么受感激。我是懦夫，孩子的名字是我取的，我是怪人，名字叫邓世明。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世界的事，光明的明。 I don't belong here, I don't belong